迄个物件啦吼。啊，但是话迄个我讲迄个事，你就是一定得着啊，所以伊会真痛苦。吼，那无把对方气结，无把对方给删掉吼，因为对方无爱甲伊复合吼。那物件嘛是同款啊，哦，你想要得到一个足够的职务，迄个职务大家拢要抢啊。你若想要去台积电上班，敢会使？我就无遐个资格，因为我也袂晓台积电的工程师的能力啊，对无？啊，我妄心想讲要就去台积电工作，啊，就是妄心、痴心妄想啊，啊，你根本安尼就是无法度达到。啊，你有能力，啊，无一定你有法度得到这个职务啊。啊，那你想要得到的，啊，你袂得到，你就真辛苦了吼。那这个就是我因自身能力袂晓练。地形嘛，那这五音呢，就是五音啦吼，色受想行识吼，心胸心胸胸行心，色受想行。哦，咱能讲地理行心理所音出来这个色受想行识，旺盛胸会怎样？快乐胸会嘛会变成苦哦。哦，那这种啊，就像咱哦追求一寡。享受，哦，那你若无得到这个享受，你会哪？会感觉痛苦。我做个比喻啦，像有啊，即个食咖啡啊，咱讲爱啉咖啡，哦，我当初啉咖啡，想讲咖啡真香哦，我安尼啉迄杯咖啡吼，人甲我介绍迄咖啡的时阵，讲你落去会哪吼，佫会迄感觉吼，甜甜，佫有迄熬温迄香香，我就开始食咯，哇，啊开始食讲。啉咖啡的，诶，迄个效果很好，对心脏的血管也拢有帮助。不过咖啡是一种会让你上瘾的物件哦。敢有？你敢有咖啡上瘾？哦，那无你哦，感觉头壳痛痛，感觉精神哦，总歹歹的。哦，啊，这是无你的感觉哦。啊，你若啉着迄歹啉的哦，你感觉啉袂下哦，你会想要去啉更加好啉的哦，阿里山咖啡。哦，是啥物？哦，蓝色咖啡，哦，迄出山愈少的，你着做想要去得着啦。啊，搁即种想要食迄种会痛苦的，其实会啦。哦，啊，咱着真爱想法爱改啦。哦，我原来有曾经有想要改咖啡，哈哈。啊，这是咖啡的进前时哦，有一种毒品啦，毒品有无？我无食了，互你忘记痛苦。啊，为着要食毒品，伤害人的有无？这种事情真多哦，吼、哦。那毒品是毒的，佮明明知影是毒嘛，佮敢食，安尼即个人有戆无？戆啊吼！啊，有法讲，比如是安尼是，足侪为着挽救咱的言论而做生意啊，为着挽救这个公司，咱拢去受着遮个人控制，啊，遮人控制，安尼有辛苦无？真辛苦。啊，有法简单。介绍这八课，你要安怎让这个八课会当得到？啊，你安怎做？所以呢，这个佛陀啊教这个部署叫做四性地，啊，地课、积课、变课、德，啊不，课地、积地、变地跟地德地，吼，四性地啦。那佛陀啊，讲遐尼济哦，佛陀上。我讲佛陀一生个就是咧探讨要安怎解决人生个痛苦个方法，爱甲咱讲着遮个是甲咱讲人生有偌苦个真理啦吼。咱若病哦，即个是即个过啦，病过就苦啦吼。那嘛是咱个苦个根啦吼。那即个是哪想讲破病？你若破病时阵会痛苦个？嗯，会啊。你破病痛苦，咱头先讲爱去找啥？病因爱去看医生啊吼，那破病的病因是啥？这是真谛。所以咱人生的苦，就是为咱人生去接着这贪嗔痴等等的烦恼的因啦。这是咱人的因。所以咱了解这个苦的因，了解了后，咱就知影爱对症下药，对不？对症下药就是得啦，吼，得地对症下药。那这德就是八正德，主要就是讲叫咱爱修行八正德。那嘛是他都要讲
迷就是众生，悟就是佛啦。那咱会当悟的原因，就是有来修习八正的。咱有知影食啥物药啊？吼，那这药啊，若食了呢？哦，你的药到病除，药到病除的感觉很好。你有感觉吗？嗯。哎，那候选九月份，我得到新冠肺炎。哦，守了三年，终于今年得上了。哦，啊，弟弟的新春哦，很痛苦哎。啊、哦，其实哦，这个病毒较轻啦，无像那种拿开这个病毒遐尔严重，所以还好。可是规身躯无力，哦，啊，会发烧，哦，啊，嘛无啥物酷酷少，因为我有食清冠一号，啊，不过会真无力哦。那当咱若清冠一号甲食到完了哦，你个身躯会慢慢啊恢复起来。啊，这个药到病除的是感觉很好，哦，那忽然甲咱讲到这个病毒，讲当你遮个病拢好起啊。你所得到的果，即性果啦吼，五个果吼，就是六个啦，吼是偌好，拄偌好，互咱有一种新鲜，想要下蛋达到迄个境界。吼，那即个素性地、八净地啊，八净地就是叫啥？净言、净思、净意、净念、净念、净精进、净量、净定啦吼，即八净地。八净的会当搁另外开一节课啦，吼，啊，我着毋免甲咱讲上侪，重点爱有正确的方向，正确的想法，吼，正确的行为，正确的。